Hello， 来了啊！今天咱们吃鸡排，这个鸡排呢是我自己炸的，刚炸好，刚出锅的，非常的简单，把油倒入锅里，油温一热，鸡排扔进去，炸至两面金黄，一捞出，喜欢吃番茄酱的撒点番茄酱就可以了啊。如果有喜欢吃的，下方小黄车链接去排就行了，因为现在他家正在做活动，之前是发十袋，现在是发11袋，然后都是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，净含量有80克，喜欢的话下方小黄车去排吧。然后咱们先吃一个，自己在家做特别方便，好吃，酥酥脆脆，哎呀妈呀，这一大口！如果有喜欢吃的，再脆一点，可以稍微多炸几分钟，这个炸几分钟就可以了，炸个4-5分钟吧。性价比特别高，海外在外面买鸡排一块都要多少钱，这性价比特别高。这里面肉也挺多，不像有的鸡排吃不着肉。再来点清汁，好了。